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吗？啊、谢谢。对啊，滑自己开心，任何这个就这样一条，很快。小弟在讲什么，然后不专心，然后我就摔倒了。啊！又要走就摔倒了。哦，这里好硬哦，不要在这里摔倒，有点硬。是哦。不用担心啊，你就走。哦，靠腰，里面有水。等我。我有。你先走，我待会就追上你了。我不知道小弟讲话在讲什么。
说这个绿线啊，如果你这样直接靠右这样一直拐过来的话，那个拐弯的地方是比较陡的，那如果不想要这么陡的话，你们可以直直走走走走，然后走到最后一刻才右走，这样子从头到尾都很近。我就听你讲话，然后我一时不专心，我扣空我就摔倒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就听你讲什么鬼啊，害我就摔倒了，摔倒了，那个我的那个线还被我扯到，然后就掉了，然后你看连板子都掉了。我应该是撞，你看我应该是，你看发生了什么事？看不出来这里哦。对啊，就不知道怎么了，就通一个，而且摔下来很硬哎、欸，可恶哎、欸，我害的。因为我在听你讲话，然后我就不专心。就是右边那边比较陡，然后切，左边下再直走，再直角走右转就会比较陡。我真的在听你讲话，然后我就摔倒了，可恶。好，走了，走。靠左走，靠左。哪边？哪边？你要走哪边？就是沿着左边这条线啊，走走走，一直超过那六棵树才右转。哪有差、啊？这样是比较不陡的走法。没有，那我不用。可以用，因为我真的有那种摔下去的时候，听到自己膝盖有那种咔咚一声，然后要钥匙之类的。你在跟姐讲，你要他走哪边？然后我的大腿就夹不起来，就叫你不要夹，就是要把你夹起来才会平行的。哦，比如说，放松也会平行啊，放松也会平行。我要先弄我的膝盖。哪一天我跟你说，当年我其实游泳也不太会游，可是后来我不是国中，我是。
换气会换不顺，会换到假换气，换到最后就还是缺氧，不行，缺氧就一定要站起。可是后来我不缺，我现在都用憋的，所以我觉得我要怎么着？我要写约写，有一天我才会悟。我现在不要逼我。没有啊，这里是很容易悟到的雪场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可是因为这次已经滑第八天，我脚真的快不行。怎么会？你没有第四天后的超脱吗？我完全就超脱嘞。我是昨天膝盖摔坏了，膝盖现在很痛。我现在练习，但是我的右脚肌肉还是没恢复，所以我现在也要挑缓过来的。所以我跟你。可以啊。好。我只要知道什么路，你就可以走很多路，你就管。我只要知道方向就好，我是不知道方向。没有啊，就只是在树之前右转，跟在树的后面右转。你要有一种求生本能。就是很害怕的时候，知道哪边下比较简单，就找缓的路。对，就是找缓的方向。可我怕回不了那个。不会啦，你那么慢，站下来看一下就好，暂停下来看一下就好。你真的觉得滑下山哦？不要坐车下山哦。坐车下山也 OK 啊。坐车，你到看到底多久吗？坐车应该只有八分钟还是四分钟吧。嗯，但是也不能太赶啊。大概40分坐车下去就到，过山还提早十分钟，因为上下面那个地方滑墙也都很粗，对啊，不是吗？那个，而且早上那边是被太阳晒到黏黏的，最后一段，现在太阳已经不行了，所以觉得会是，所以那一段只要冰冰的吗？只要有人被那个声音吓到，就会摔了，而且就会很痛，也很硬的、啊。刚我摔也蛮痛的、啊，这里没有卡卡摔了，你只是被我只是不专心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不专心也会摔倒，不专心也会摔倒，我觉得放空，对啊，还想回头看也会摔倒。
真的都要刹车。那、哦、我觉得很快。导演，帮我坐过来一点，现在好一点吗？我在坐，没有这个杆子怎么会怕？哦，真的吗？周少宇本来就不太敢坐，周少宇也会怕、欸，我想怕什么？尤其是这种，我会怕死，我心里面会跳超快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哎、欸，我小时候不敢坐缆车、啊，我之前坐飞机，我觉得那个飞架技术很烂，怎么样？整个这样掉一下，我被他吓一跳，我还没我真抓着脚力，因为我会怕，我那种没毁掉没有毁，我也会怕，会怕我摔死。哎，我是你说我们飞机是二十个，哦，是位置哦，位置可以直升，对，所以是九JK 那时候都空的啊，然后前面有人啊，所以我就想要前面都不知道怎么站一个站一个，所以我想说那就九开始乱选，我选右边，没差吧？没差，看不到。过头了。反正到时候出机场之前啊，去跟他要那个取消证明，他会开给我们，是不是？理论上会，但是他会不会说，哎、欸，但是你有搭，他有给你别的飞机回来啊？可是我们因为这样子哦，多花钱、啊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赔、啊？保理赔啊，保险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不然保人要干嘛啊？不然保人要干嘛？对呀、啊，那保保保，这样多花我很多钱。嗯，好歹你也要陪我富山到名古屋这一段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不陪我全部，你要陪我富山到名古屋，你自己去算算看多少钱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他给我换的班机时间那么早。对啊，我不前一天过来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过来。对啊，所以连住宿费都要跟他算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让我来想办法，反正你保险是我的，反正记得要去拿证就是滑行对我来说还是很恐怖的。
看风景啊，享受那个速度啊。然后你去不去？要管我们吗？不知道多少。哦，在哪里？Thank you.
直，对不对？温真的变顺了，太陡了吗？小心，一不舒服就停下来，不要继续硬撑。对啊，就坐下来休息啊，好不好？嗯，因为怕你脑震荡啊。脑震荡就会也是很担心。他是孤独的滑雪者。就滚下来啊，噔噔噔噔滚下来，树上，这树上的滚下来吧，掉一团一团的。也要开心了，两趟妈妈就可以收工了，今天在安慰我，收了两趟，今天可以收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救了。哎，我本来想要买这个，不知道够不够遮哎，膝盖真的不会痛吗？人都被折起来，好像。
知道会更不舒服。你的德肺会挺出来。对啊，肚子挺出来。哎呦，肚子好痛！你自己慢慢来哦，哈 ，baby， 注意安全。Thank you.
好远啊，有可能，搞不好我刚录的也是糊的、欸。你检查我的，你检查。我觉得有点远。不糟了，我刚没有仔细看你到底有没有。我觉得你帮我拍的可能是糊的，没有啦，我猜他对焦是准的。我先停下来，你要放回去。我觉得这么远，那个而且就那么一个人，再上光了、哦。可以啊，你要再滑一趟，你就赶快走上去。我觉得以我们的速度是来得及，绝对来得及、啊。我们中一轮嘛，上去才3分钟。
到你们，我就跟着下来了。对啊，等一下多少雨啊？没电了、喔，太冷了，知道，太冷了也会，我都没有拍到，没拍到，没拍到，哈，好可惜哦、喔。哎、啊，你滑，我在你后面帮你录，不要不要，我 GoPro 跟着你。我今天的这段后面前面也有 Stanley 的，他要帮你录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到 Barry 在挥手。只是看我的影片可能会头昏，因为我一直扭。好，我就大刹车跟着你下去好了。这样脚很酸哎、欸。
就这吗？了一下，心情不好，不知道。这好像体力不行啊。对啊。笑。
一台走了，另外一台会是二十分的吗？你只要跟我说，你保证你没有看错。我觉得没有看错啊，那个根本没有，而且早上也是看一样的那个来的，来的一样，回去的一样。给我把时刻表看清楚。那个啊，下车的地方。
个，你有没有看错车？我没有看到一个可以回去的，我目前还没有看到。4:20哦，七号，要七号，好了，那不要钱的，后面几，我们坐一个吧，坐一个吧，3号、4号、7号啊，你看就在那嘛，七号，对，七号，对啊，可以。不是吧？好心哦，雷佐多。他为什么不过来？他们这边往梅子的。啊，对啊。或者那个电视。